请导演协助放到答案板上。各位，刚才完整的题目是这样的，题目的答案是好大的一个数字。我们来看一下印子算出来的答案。先看一下先位，子在第一轮挑战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性，我觉得可能今天现场的观众啊非常热情，那小朋友嘛毕竟是小朋友，他这个心理素质恐怕今天看到那么多人他还是有点紧张的。叶子没关系，我们再来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。对，加油加油，叶子加油加油。叶子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第二次的挑战开始。先来看一下完整的题面。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，我们先来看叶子给出答案的签位。再来看百位，十位，哇！我们来看一下叶子给出的最后答案是2220，2220。行了，你知道你第二次的时候我都紧张。紧张干啥？啊，我不应该紧张呀。啊啊，你不紧张，行，我紧张。来，鱼，就位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大屏幕上会出现难度系数图。注意各位，这个时候不再是刚才的这种算法，更难了。笔数选100笔，100笔。速度0.75秒，0.75秒。他们都选最难的，而且这个是三位数。张老师，这个难度就意味着他要在75秒的时间内听算出来一道三位数100笔的加减混合题目。同样，这样的挑战在了不起的孩子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。鱼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挑战正式开始。
316、479、280、549、863、270、158、239、604、517、283、741、956、985、493、107、269、476、283、150、826、739、401、534、减860、192、574、189、652、减307、416、782、390、506、453、217、892、510、834、769、815、934、760、271、568、239、405、741、320、968、341、286、750、978、459、201，减632，106，348，957，143，758，920，618，426，509，732，158，743，690，768，549，210，327，495，806，314，539，减610，872，513，269，870，416，248，730，591，364，798，502，158，940，减732，609，835，642，175，482，971，减306，写答案。没想到念出来速度那么快，看一下，这是多么恐怖的一道题。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五位数，好难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王浩宇给出答案的万位数字是千位。对啊，哇，百位。天哪，十位。最后一位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各位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浩宇。而且在这儿我想跟大家专门强调一下，这是最强大脑都没有出现过的挑战，之前没有选手可以做到100笔，王浩宇是第一个。这孩子不得了，他还是很淡定哎。人都大家都站起来给你鼓掌，你说点什么？谢谢大家，这各位辛苦了，说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各位辛苦了。